要先来挑战哪一个关卡呢？现在挑战这一关好了，这关好像是最简单的关卡，来吧。啊，这是不是教学关卡？那我要做的是把右边的图调整成跟左边的图一样颜色。那现在左边的图是红色，来调整红色吧。啊，这个红太深了，再亮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接着第二题，第二题是调绿色。那这边红色先调成0吧，接着来调绿色，这个绿色太深了，再亮一点。好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蓝色，来这个蓝，这边绿色先调成0，然后调整蓝色，再亮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好，这一关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这一关好了，难度一颗星，火焰，来吧。这边有两个颜色，哎，这要怎么调啊？啊，先调整最外圈这个颜色，最外圈这个颜色是红色，来红色，亮一点，好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里面这边是黄色，我记得是红色加绿色，对不对？哦，有橘，来再亮一点 ，OK， 答对了。好，这一关也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地球，一样难度一颗星。来这边要先调整什么颜色呢？啊，先调整海洋的颜色，海洋是蓝色，来调蓝色。哎，没有这个蓝哎，没有这个浅蓝色，是不是要加一点绿啊？加一点绿，哦有。OK， 再浅一点，好。接下来是陆地的颜色是绿色，来调绿色，哦，答对了，好。这一关也挑战成功了，接下来来挑战这一关好了，苹果关卡，来这边要先调整什么呢？啊，先调整果实的颜色，红色，然后要调整什么颜色呢？叶子的颜色，绿色，来绿色 ，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是啊，这个梗的颜色，咖啡色是什么颜色？叫什么颜色啊？哦，这里接近了。加蓝色吗？啊，加蓝色变成紫色，所以不是加蓝色，那就是加绿色咯。哦，答对了。好，这关也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辣椒关卡，来吧。辣椒啊，先调整下面这边。辣椒这边橘色的话是先把红色调成3，接着来调整绿色。哦，答对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调整上面这个浅绿色。那这个绿的话，先把绿色调到最亮吧。然后调整蓝色，有，接近了。来，蓝色再多一点，哎，蓝色再多一点就变了。是不是要再加一点红色啊？哦，要加一点红色啊！答对了。接着要调整什么呢？啊，这边这个光泽。哇，这个光泽是什么颜色啊？颜色好淡啊！这边调亮哦，有了，答对了。好，这一关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彩虹，来吧。彩虹这边要先调整什么呢？啊，先调整云的颜色，云是蓝色。好，先调蓝色吧。来，亮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啊，彩虹最下层的这个颜色绿色，好，调绿色吧。这边红色和蓝色都先调成0，然后调绿色，好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黄色，对吧？黄色的话就是红加绿，好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红色，绿色把它调成0，答对了，有了，这一关也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更难的关卡吧，来挑战这个好了，鸟，难度3颗星，来吧。鸟要调整什么呢？啊，要先调整鸟头，然后红色、绿色、蓝色各有15种，哎，哇，难度更难了。这边鸟头是这个黄的话，应该是要调整红色和绿色啊。红色先把它调满，接着来调绿色。再亮一点，再浅一点。OK， 接下来呢？啊，接下来要调整这只鸟身体的颜色，也是黄色啊。
那红色这边一样调成15，然后接下来再亮一点，再亮一点，调绿色，再亮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好，下一个要调整翅膀的颜色，那一样，红色把它用成15，然后接下来调绿色，深一点。OK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是什么呢？哦，接下来是脚还有嘴巴的颜色。边绿色把它用成0吧，然后调红色，来深一点，深一点，再深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是眼睛，眼睛是黑色，黑色的话就是所有颜色调整0，答对了。有了，这一关也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挑战这个鱼好了，难度3颗星，来吧。这个鱼要先调整什么呢？啊，鱼身体的颜色。这个浅蓝色的话，先把蓝色调成15，然后再加绿色吧。来，再加。哎，没办法调成那个浅哎，是不是要加一点红啊？加点红看看。哦，可以。好，再调整一下绿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调整哦，鱼头的颜色橘色。啊，橘色的话，蓝色先调成0吧。然后这边。把绿色再调深一点，深一点，深一点，深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是什么呢？接下来啊，鱼鳍上下两边的，来这边这个绿红色先归零，然后绿调成15，然后再加蓝吧。来加蓝，加蓝，加蓝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一样是鱼鳍吧？这个深蓝的话，哦呦呦。再调，然后再加一点蓝，蓝再亮一点，再亮一点，好、哦、不行哎、欸，这个鱼鳍好难调啊，还是要加一点红，不对啊，蓝色先调成最亮吧，调成15，然后这边再调绿色，嗯，感觉要加一点红哎、欸，加点红看看，哦呦接近了，好，果然要加红啊，然后接下来是眼睛和嘴巴，黑色。0，0，全部的颜色都调成0，有了，答对了。好，这一关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来挑战更难的关卡吧。来看看有什么更难的关卡呢？这边后面还有什么呢？好，来挑战这个好了。圣诞帽难度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7颗星。来吧。这边要先调整什么呢？啊，先调整上面星星的颜色，黄色，那就是。红色先把它调成最亮吧，哇！现在红、绿、蓝各有85种，难度又更难了。来，这边接着调绿色，亮一点，亮一点，亮一点。OK， 答对了。接下来呢？啊，帽子最下面这边白色，白色的话就是全部都调成最亮吧。好，答对了。接下来是帽子这个有点偏紫偏粉的颜色。这颜色要怎么调啊？蓝色减一点吧，蓝色把它调成42，很接近了。接着调整一下绿色，哎呦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蓝色再调小一点，然后绿色再加多一点，再加，没有哎、欸，哇，这颜色好难调啊！哦，答对了、欸，哈哈，好，这关也挑战成功了。